这个18种辣的延边鸡爪子又来了啊。每袋500克是一斤，固体含量60%以上，就是小时候吃那个老式延边大板筋，辣白菜汤的那个味道，但是它不酸，咸甜，微微的有醋再调制的那一种，这个汤汁拌大米饭，绝了。18种秘制酱料。熬制出来的汤底，喜欢吃什么石锅拌饭呀？还是拌饭老铁一定不要放我这个汤，拌一锅热乎乎的米饭。这个汤也可以拍点黄瓜、圆葱。一大袋500克量老足了，2袋1000克，自己买鸡爪这个价钱都做不下来，你就要尝尝这个新款鸡爪的味道，之前已经给你们推荐过一次了，今天光顾吃了没来得及讲解，这个味道真的绝了，这点我明天要拌点米饭吃。